家路上呢，就我自己。省刷卡吧，谁让你又瞎买东西了？我就买了个包，怎么了？你不说要送我一个吗？那张卡是让你在救急的时候用的，你怎么又刷呀？我就刷了，你废什么话？我这天天过的什么日子呀？你看你给我找的破地方，什么楼呀？你之前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对呀，不是说这个月搬吗？我都在这住多久了？你看我周边都是什么人？你老说这些，你有意思吗？我没意思，谁有意思你找谁去。哎，露露。我跟你说过的，我们隔壁家那疯子，我今天又遇上他了，就在电梯里，刚才就我们俩，他戴了一个头盔，恶心死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搬离这儿呀？还有上次你记得我钥匙丢了吧，我找人来开锁，按理来说应该要核对证件吧，你十分二话没说就给我开门了，那混蛋就在旁边看着。你等等，我回头再打给你。王八蛋，你给我开门！你以为没人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我现在就报警，等着警察抓你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呀？你妈妈在哪儿？你家住在哪儿呀？
好了吗？别把你的小尾巴露出来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我们要开始找咯。诶，怎么？爸爸看到你咯。小怎么？你在哪儿呢？爸爸来抓你咯。快出来吧，不要躲啦。那个疯子又来了，他经常来吗？倒是不经常来，好像精神有点不太正常，嘴里还嘟嘟囔囔的。你为什么要在咱店门口啊？他进过咱们店里吗？那倒没有。老公，今天要按时吃了吗？嗯。你要有不舒服，记得跟我说啊。爸爸妈妈，我不想养小弟弟，我不想养小弟弟。嗯？为什么呀？电视上和老师说了，我们以后都会有小弟弟的。我不想养小弟弟。我就是不想要小弟弟。喂，你好。你不不会说我是小弟弟？对不起，您再说一遍。我说您认识张家辉吗？我不想要小弟弟。喂，可是有小弟弟多好啊，还听得到吗？喂，小弟弟，有了小弟弟你们就不要我了。喂，我在听。啊，您认不认识张家辉啊？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认识他？你们认识对吧？他怎么了？他失踪了，你能找到他吗？你在哪里？我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有件事情我必须和你谈一谈，求你见见我吧。爸爸，幼儿园小朋友都没有哥哥怎么走啊？有哥哥多好呀，有爸爸妈妈爱你，还有哥哥照顾你。幼儿园小朋友说我多余出来的，那他们是在嫉妒你。听说你结婚了，还生了个女儿。妈过世后，我联系不上任何人，我很孤单。我现在住的地方要拆掉了，求你见见我吧。有件事情，我必须和你谈一谈。
现在这么有出息，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来看他们，你爸妈在天之灵也高兴了。我可是找过你们吗？他以什么脸回来？他是咱们家的耻辱。你爸妈过世的都是你这个不争气的哥哥气的。你好，我是张家辉的房东。张家辉啊，还没有消息，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您啊，需要过来一下，赶紧把他的东西拿走。你还有个哥哥，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老公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什么时候搬到这儿的？两年了吧。他刚来这儿的时候好像刚从监狱出来。哎，他跟你什么关系啊？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一大老爷们儿，像这种事儿我见多了，为点房租跑路的有的是。反正也该拆了，到时候都得搬走。哎，他这个房租你给啊？欠多少？两个月800。我都付一个月给你，回头带你照照。行，那你慢慢归着吧。账号一会儿我发给你。他屋里有女人的东西，你确定他是一个人住吗？他是一个人住啊，怎么了？48号的住户你认识吗？48号，他家出什么事了？你认识那个男人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有没有见过他？你真不认识他吗？你快走吧，我老公该骂我了。我想问一下啊，啊，对面48号那个男人你认识吗？大点声。对面48号那个男人你认识吗？现在不在家，他告诉我不让给陌生人开门。等一下，妈妈没跟你们一起吗？妈妈不在了，1年前去世的。你怎么知道？27号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孩子。33号，一
个男人，两个孩子，35号两个女人，48号一个男人。啊，这么多年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，突然之间这么一个亲哥哥就蹦出来，你说我生不生气？妈妈，我要玩游戏机，我要玩游戏机。我问他半天，他回我两句。我要玩游戏机。你等会儿，哪儿啊？下车。我现在就在他的哥哥小区这儿。哎呦，他进去场了，我跟子萌在外面等他。子萌，你慢点跑。妈妈，我要硬币，硬币。那你给解开，妈妈给你去拿。嗯。真的，我觉得我都不认识他了。反正我觉得这一片挺不安全的，特别乱，什么人都有。嗯，小朋友，你看见刚刚坐车的妹妹了吗？请问您看见我女儿？怎么？怎么？妈，你刚刚有看到一个小姑娘在帮我顺白衣服的吗？往上面走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谢谢啊。没事，没事了。那个，吓坏了吧？就都这样，大家都不敢让孩子自己出来玩。真的非常感激您。你真的不用客气，没关系的，进来喝口水再走吧。这也没有什么说话的邻居。衣服真好看，哪儿买的呀？请进吧。家里头太简陋了。但是这房子已经是这个楼里边最宽敞的了，随便坐吧。喝咖啡。这个房子是两间打通的，所以很大，视野也很好。
我们之前住在很小的房子，我们也是刚搬过来没多久。之前的房子真不是人住的。Hello, my name is Xiaoping. What's your name? 孩子的发音不错。他爸爸住在澳洲，要不了多久我们也会过去的。他们说孩子这个年纪学英语最合适了。想玩娃娃？不，这里脏，我不喜欢这里。怎么，不许没礼貌？妈妈怎么教你的？他叫小平，李小平，名字挺好听的。我正担心着呢，明年就要上小学了，但这个地方太不安全，我在想在那之前一定要搬到更好的地方去。刚才看见你们家车挺不错的。还行吧。你们应该住在很高档的地方吧？干嘛来这里啊？挺破的。不破呀，挺好的。是有消息了吗？嗯，小区的消息不是说小区要拆迁了吗？还有人说就是这个月底之前。我还想说每次都是刚住的适应了却要被赶走了。不是，你误会了。你告诉我吧，我们也想趁这个机会能搬到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住。其实是我哥住在这儿。住几号呀？就在旁边，48号。出去，出去！快冲我家，快走，你走了。怎么了？小英雄，别太走，小英雄，这一家一辈子都别太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出去！我说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再偷看了！我现在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，我已经快被逼疯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已经被逼疯了！走，走开！你对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老公，既然人都已经失踪了，先报警吧好吗？你先带孩子回去吧。啊？我说你先带孩子回去吧，你不用担心我，真的，回头我再跟你说好吗？怎么，别揉眼睛？手上那么多细菌，妈妈不是教过你吗？不要揉眼睛，万一细菌进眼睛怎么办啊？先别玩这娃娃了，回家妈妈给你洗干净，你再玩。
非得要在那待着吗？你好歹在外面找个酒店住一晚也行啊。没事，我就在这里等他吧。我给你爸说两句。爸爸，下午那个小女孩说，那栋楼里边有很多空房子，住着无家可归的人。她还说，有的人会藏进别人的家里，连房子的主人都不知道呢。爸爸，你说这是真的吗？饿，想吃什么？披萨，我们要吃披萨。又吃披萨？等爸爸回来以后，我们一起吃好不好？嗯，可是我就是想吃嘛。啊，吃披萨喽！吃披萨喽！披萨，披萨，吃披萨。
妈妈，外边又不下雨，叔叔带伞干嘛呀？是。披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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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披萨。妈妈，你怎么又改密码呀？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过啊？密码是放在心里的，不能说出来。你自己说说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妈妈，那你什么时候给我买拼图呀？那你拿到小红花了吗？我们都已经约好了，只有拿到小红花才可以有礼物。那你给我订披萨，我要披萨，我要吃披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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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吃披萨。您好，您好，这里是门卫室，有您的快递。哦，谢谢。先生您好，张家辉的账户这个月共交易14笔，最近的一次消费是在今天上午10点，地点在山东路万象城的超市。802快递。喂，哪位？喂，老婆。老公。喂。这什么电话啊？你手机呢？你在哪儿？在家里吗？小区门口，哦，刚收了一块啊。听我的话。不要给任何人开门，明白吗？行行行，不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听我的话，快点回去。萌萌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。妈妈，披萨来了，我可以给他开门吗？萌萌刚刚才跟你叫，一会儿叔叔才会送过来呢。送来了，在敲门呢。什么？送披萨的，现在就在外边等着。我可以给他开门吗？怎么？千万别开门，千万别开门！哎，那人不是送披萨的，听妈妈的话，千万别开门。怎么在吗？喂，怎么还在吗？怎么？妈妈，他又在敲门。那门呢？门锁好了吗？锁好了。现在乖乖站在旁边，不要动，等妈妈回来好不好？妈妈，他好像走了，我可以去看看吗？
到呼救声就赶过来了，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。那你看有没有其他补充的？在我们确认一下监控录像以后，一定会采取措施的。你说他用雨伞打你，你这么又讲，听到的是铁棍砸门声。有可能是偶发事件，也有可能是钉在你家门口。你和什么人结过怨吗？你的太太说你的手机、门禁卡都遗失了，你能说一下有关情况吗？都已经这样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？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子今天差点就死了？对不起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还有个哥哥的事情。他十几岁的时候被关进了少管所，又因为强奸，两年前才被放出来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警察？这是我经手的一个案子，两年前了。我记得还有一份遗嘱，他想干什么？争遗产呗。我记得当事人有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弟弟，他说他被冤枉进了监狱，现在出狱了。父亲留了份遗嘱，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弟弟。家里老房子也拆迁了，补偿了一大笔钱。弟弟拿着一大笔钱买了一个大房子。他就问他有没有权利。哥哥虽然有错，但是把这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弟弟，这当爹的做的也够绝的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前一阵还来过一短信，说他最近一段来不了。敢强奸我女儿！你叫佳伟，不用害怕，跟叔叔说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佳伟，你真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，就跟检察叔叔说。不是我的孩子干的，是他们在说谎。叔叔说，你刚才看到谁了？看到什么？跟叔叔说。小孩子不撒谎。跟叔叔说，刚才谁在那里？哥哥。你看到谁了？刚刚看到哥哥了。我是我干的，不是撒谎，不是我干的。为什么你做呀？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为什么要撒谎？我是我干的。
灵儿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501，两个女人，两个孩子。402，一男一女，两个孩子。302，一个男人。喂，老婆。老公，怎么不见了？你说什么？我跟邻居讲了几句话，扭身他就不见了。我以为他回家了，可是家里也没有。你每个屋都找过了吗？都找了。我女儿做什么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说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冷静些，别激动。换你能冷静吗？啊！我是来见我女朋友的。那你跑什么？我以为是我女朋友家人要打我呢。你撒谎！他说的没错。我看见你了，我知道就是你。你咋了？你铁棍呢？你为什么撒谎？你为什么撒谎？为什么撒谎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，为什么撒谎？这位业主，我们已经尽一切能力配合您了，您至少不应该造成这样的骚乱吧？我造成骚乱？哎，你们安保工作要是做得好的话，我们是以后能干的事儿吗？那每家每户门口上的记号怎么回事？你们都知道吗？什么记号？
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时的一句话，毁了我哥哥的一生。现在，他也想毁了我。我不会再逃避，我会找到他，请他原谅我，尽我所能去补偿他。我就问您一句，您最近有没有见过我哥？他是不是还在这儿？他一直在，他一直都在啊。在哪儿？他在哪里？我求求你，让他不要再偷看我们了，不要再偷看我跟我女儿了。求求你，求求你。求求你！是谁啊？我女朋友。她是不是也失踪了？半个月前我们吵了一架就消失了，还给我发了个短信，说什么不要再联系她了。那个短信能借我看一下吗？
绝无命前也吵过架，从来没像现在这样，所以我就过来找他。他还把门锁换了，他还刷我的卡。卡？他的房子都是我租的。等我每次来都看到你了，我就以为你是他的新男人。其实这两个，这不是露露房间吗？帮叔叔开门，小平，开门，开门！小平，妈妈去哪了？去干活了。叔叔电话摔坏了，家里电话借叔叔用一下好吗？可以。
个是我妈妈的。这是我们要搬去了新家，我妈妈说那里可好了，跟这里不是一个档次的。I don't like carrot. I don't like carrot. But I like mom. But I like mom. 也够可怜的，我怎么觉得这儿好像有人住过的痕迹啊？妈妈，我们又要搬家了吗？开门！妈的，给我开门！你又没人知道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都录下来了。我现在就报警，等人警察抓你吧。不行，这是我家，你绝对不能报警。这样，我给他打一天电话了，他都没接，我担心他出事儿。妈妈，我不想去小毛阿姨家。是。不行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先帮我照顾下子猫，我得去找他。还没结账就吃，这样不好。没关系，好吃吗 ？Yes, it's delicious. 孩子的发音很准啊。妈妈，我想要巧克力。已经结完账了，下次再说啊。请输入密码。走了怎么？我不走，我就是不想去嘛。上车，上车！妈妈要上楼拿钱包，你在这乖乖待着，不许乱跑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抓你了啊！快点！
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来披萨。披萨？那你在这玩，妈妈去干活，晚一点来接你，好吧？你老公银行卡的密码到底是多少？你妈怎么了？你女儿呢？去哪儿了？家里有人吗？我们是110。家里有人吗？报告指挥中心。我们已经到达案发现场，现场无人应答，我们是否撤回？出动。
先调看一小时以前的，主要是小区和车库出入口，还有五号楼的所有监控。子萌吧，还记得阿姨吗？不记得了。你妈妈有点急事儿，她让我过来帮她照顾你一下。我妈妈去哪了？她一会儿就回来了，先跟我去阿姨家玩一会儿，好吗？这是我的衣服，这是我妈妈的。我跟你说了，这是我的衣服，是我妈妈的衣服，刚才她还穿着呢。这件衣服是我的，我的。这就是我妈妈的衣服，我妈妈的，我的。站住，子萌。爸爸，我看见你在哪儿了，怎么？平之，爸爸，怎么？怎么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
妈妈的，妈妈的。呼叫指挥中心，快报警，有人闯入我家，快叫救护车，快。在别人家里不肯走，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把我家弄成这样？啊！家就应该整整齐齐的，擦不掉。出来！放下！这是我家，这里是我家。我知道，这个房子，还有这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你的了。放过我们，让我们全家平安的离开，好吗？骗人！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一把火把这房子给烧了。不要，不要烧我家！我求求你，不要烧我家！不要！相信我，你放过我们吧。全家会安静地离开的，好吗？相信我，相信我。警察！什么？
根据尸检报告，死亡时间是在一个月前。经 DNA 比对，确认死者是张家辉。说，那女的就不是住那儿的，没人知道她是哪儿的，她女儿也说不清楚。Thank you.